今天我也要来抽一下这个新款金砖，但是我的预算不多，就一组，能不能出全看造化了。但是我有信心，我相信今天的自己是幸运女神降临。哼，先来十 UC 试试水。OK， 没东西，直接十连抽安排。哦，哎我去，一个宝石加上八倍镜，给倍镜没抽到钱也没啥用。又来一个红点，我记得这些热门配件都会比其他配件难出，我看看它往外出呢。Nice， 一个手雷皮肤，哪怕给我出一双金色切尔西也行呀。来了老，哎我天，竟然是滑板，我出了一个红品滑板。又来一个宝石，最后我全部抽完了，很明显啥也没有。不过我宝石可以兑换一双金色的鞋。另外一个宝石换这个帅帅的动作，嘿嘿，一组感觉也还行吧，至少出了东西，两个红品和金装。嗯，我给你们搭配一下非常特别的套装。当当当，嘿嘿，第一眼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我很穷？但是我脚上可是一双金色切尔西哦，这就叫做扮猪吃老虎，假装自己很穷，实则还是很穷，不然就抽金装了。这局我跳伞慢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让敌人先搜着，咱们下去打劫就完事了。你们看我的鞋，太显眼了。大哥，你还给我送装备了。谢谢哦，节省了我送物资的时间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谢谢啊。这里面有人，咱们放火烧他。哈哈，烧到了，他正在拍火。哎呦喂，还真被他拍灭了，那就再赏你一瓶。再见了林妹。咋和我穿的一样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据说打这个 boss 就要在他出生的时候丢一颗火到他脚下，这样的话更容易打掉。不知道真假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咱们试一下。你们感觉，我咋感觉不出来呢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帅帅的分身表情。哈哈，感觉和我这身人机格格不入的样子，但好看还是挺好看的。说了说了，现在加油站这里没点装备。买着买着竟然有人过桥，反向进圈吧，这是队友跑出去撞人机，没把他骗回来。没关系，这个圈咱们可以去堵墙，一会儿他肯定会过去的。结果遇到一个满编队，太牛了，他好像知道我在堵墙，接着四个人全部踩滑板子桥下水路。看地图，听声音，我的个乖乖，全部走水路啊，真聪明。我感觉大事不妙，他们可能要反堵我了。结果还真的是，队友过去之后立马被他们埋伏，而且他们还打战术，下面两个人山上两个人，把我们彻底堵死。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我留了一手在后面搞偷袭。这两个没了，队友正面要一打二。
哎呦我去，完了，队友没打过，快快支援，坚持住，我来啦。过来之后两个人直接放倒一个，还有机会逆风翻盘，另一个吉利服还想绕我，算他识相跑了回去。他夫人我也干净夫人，扶起来后我立刻踩滑板拉枪线，结果队友拿着喷子就往上去，咔咔两下给两人全喷了。而他也被独挡，没关系，还可以救。这个圈刷得有点极限呀，好像刷在那个大石头上面。我来到这边立马就看到有脚步声，这人下去上不来了。恭喜你被逮捕啦！现在我要去那边，如果圈还刷在这里，我在这上面就是无敌。嗯，哎呀，还有人打我，好家伙，后面那块石头也有人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进来。下一个圈我还在，而他被刷了出去。哦，他看到情况不对，撒腿就跑。扫中一枪头，他打完药之后出来又被我扫中一枪。这个圈躲死了好多人，不知不觉就剩下他一个了。位置已经基本锁定，赶紧上岸。现在就开始躲猫猫模式，看他怎么躲。最后他还是被队友逮住了，成功卡击。好啦，我是唐心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